大家好，我是刘哥。这个狗事是昨天晚上见完的。本想是昨天呢拍的视频，因为吧太晚了，都黑天了，所以呢就没拍上。今天呢拍这个狗事，让大家看看。这个呢就是一个单独的一只狗的一个犬舍。这个呢这不是这下宽下的大概是2.5米。这下长下呢是6米。这个上边嘛，这不是搁的这种石棉网。这里边嘛，这不就是狗窝笼吗？以后呢，这嘎呢就是呢定块板给它铺上，这狗呢就往这上面趴吧。这不砌一个横头嘛，这嘎子就是下南方雨吧，它不至于往这里边扫雨。另外呢，它这个呢冬天呢还比较暖和，就是这边呢它就可以就是往这地下趴了，晒晒太阳了。这一趟是砌了是9个狗窝。这一趟呢，这不是走道，这不是铺的这个砖地，就说下雨天了，下雪了，那这个地方它不是好走吗？它省得弄。这边就是说用啥没铺呢？这边不寻思到夏天了可以种点啥？这个就是唯一的一个缺点吧，就是这嘎走道总感觉有好像不敢抬头似的。这个吧，当初呢也想到这嘎了，说走道。得劲不得劲儿，不过呢，这不就是按照这个网子过来的？这个网子吧，从这就说呢，到这正是一片网子，就可这一片网子就到这了。所以要是再往回缩的话吧，这嘎就得拉下去一步。所以当时一合计就是，别拉了。这不就是一片网子，就是立到这了。这不这个里边吧，就开始就是扔这个土，干土往这里，把这该扫，把这个砖缝都眯上。这个就是一个的蔬菜大棚嘛，这个到时候冬天冷的话，可以塑料扣上，狗它就不能冷。我感觉暂时不扣也没问题，是吧？那后边那窝严实，比你砌那严实，最起码前面有一块遮挡的地方啊。后边还一趟呢，这都能种菜是吧？这不在后边吧？这地方这不到春天前都可以种菜吗？知道不？这地方可以种点小菜了，再不种点能爬的，顺着架子这不就爬去了吗？黑妞一天没事老咬，正当年嘛，年轻精力旺盛。行了，看旺旺，大青筋正乖呢。青筋正乖呢，起来了。感谢大家，对刘哥一直的支持和鼓励。我以后呢会把这个狗舍呢建好，把狗呢养好，也回报大家。谢谢大家关注刘哥视频，下期见。